啊，迄敢是张丽伟？啊，立花年节即阵的时阵，你敢毋捌看过？就是伊啊，我毋才加考比一支。哦，啊，正人甲因某开记者会，啊，哭甲目屎流目屎滴，吼，真想袂到，要甲人掠到饲查某。 头家，你痴迷哦，啊？哼！别人委托咱去的物件，恁家摕来copy，你是有这个道德啊无？真害呢，真害呢！讲，当作copy几支啊？啊，都干那一支尔。小陈啊！ 你也还这款错误，啊，都，伊是伫尾嘛，好闲啊。这个张廷伟实在真来呢，你要偷车，嘛较细腻。喂，我张会长，你倒去找。张廷伟，你好，真歹势甲你交叉，嘿，是安尼吼，我手头这阵吼，有是得落样大，是你甲一位小姐哦，咧斗阵啊，真精彩哦，我相信哦。 这块大，你一定真有兴趣的。啊，你是谁？那块大是不是叫阿中卖给你啊？这来源你无需要知影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不管你是谁，你免少想对我这提拨家己。 外口那个有大遐大，敢讲是迄个毋食囝？这台新车你甲我留落来，我要买啦。嘿，好钱在做位㖏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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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太岁啊，这台车我不会买啊！哎呦，你买啊！我身体都那么，哪会甘要你来操劳？这真正囝啊！王爷讲的嘴就你也加崩。嗯，你敢不知影？你们两个较惨的欠两个。我早哪知影？你讲话无算话啊！ 迄天我互你2000万的时阵哦，都应该甲你大掉。哎，李伟啊，啊你都为了要讨伊2000万，怎条搞要无大话？啊是惊我泄露你的代志，怎想要甲我好起来？你讲什么笑话？啊，小郑，来调看嘛，好，看伊身骨有创整个算是无？好。无啦，是你超烦。李伟啊，我知我今日三样都你无好待啦。 安怎你才放我煞？有无？无。你老实甲我讲，迄条路影大，你阁变无啥？李伟啊，我甲你酒庄，你的路影大，我绝对无过手哦。你别真笑啊！我今日接到一通电话，对方同款用迄条路影大来威胁我，然后结算。 李伟啊，你嘛较巧诶！啊，凊彩一人摕龙眼大甲你威胁，啊，你有信心是？你哪知龙眼大内底是啥？那甲我无关系，我哪会来找你啊？你毋讲，我都无啊，真正无爱讲，我，好。
小子，你替我来问。李伟啊！我！李家啊！就是叫真心社翕戏的人啦。其实哦，你嘛怕伊啦。当迄个侯丽华，甲你翁提生意的代志，你敢唔知影？我当时何去何去才生意啊？咱一间公司哦，要赚生意，敢有遐尼简单？但迄只狐狸精，手一伸，钓三只白，实在真好赚。刘太太，我真正唔知恁阿是咧想啥，啊？啊，恁阿抓准讲，予伊三爷，这个代志来付付准拄煞。刘玉秋，你是大智大义，无敢参详着乌三爷去予伊狐狸精，你是凭啥？凭是恁阿啊。太太，我若知影讲我甲你讲这件代志，你会生气。我本来无想要甲你讲的，伊也毋过我真正无愿意啊。看你一个好好的家庭，去予这狐狸精破坏。你顾袂落来啥？我来找伊啦。秋，你个几只？你甲我讲个清楚，你想要摕三亿予迄个狐狸精？狐狸啊！哎，朱某姐，我已经找到啊！这个时阵你先卖乱，等我把这件代志处理好势，回去我会好好跟你解释，给你一个交代。啊，是啥？伊老本爷，对李伟啊，你连误会啊！但你对我遐尼好，我本来可能做奇怪代志啊？但这件代志啊。我唯一唔对的所在，就是我早就想到这件代志啷做，煞无甲你提醒。你莫想要甲我转去边啊！啊，若何玉华大个所在，你袂出来行走脚嘞？啊，除了我，还阁有啥有才调？你袂去旁边？我介意的代志，早就已经过了时，煞了代啊！你唔能牵累我遮来。我出去啊！这个菜伫遐，你无看哟？李伟啊，啊你是唔通甲我拖拖累死呢？我是甲你讲，我要去斗找陷害你的人，唔才带你找阮党的。啊，你是倒一边耳仔听我甲你讲，阮党的主无食。对李伟，你拄到这款代志啊，你的心情我真了解。也毋过你若愈着急，就愈杀无走。冷静想看卖啊啦，你即马是我阿爸迄支喜马拉雅山的，你哪帮，我有两支电视。详细想看卖啊，最近是毋是个人有捡个？是讲大耀辉？无毋对，伊即马甲何玉华共厝共日，但伊要入何玉华房间，敢有遐尼困难？搁再讲啦，但飞机的人野心较大怪牛戏，但伊即马踮外口咧做安尼去，伊立马想讲踮个生意场会当穿吧。伫这种情形下，是阿伊唔来找我，唔去找阿中，会去找你。因为你叫张一聪，钱一来一去。就是何玉华甲伊即摆当讲是坐共只船的，一定是两个联合来对付，主要是歹钱嘛。恁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，啊，一个来一个去，啊，就是伊哩要加死是陈亚辉在中。之前何玉华甲我讲是你做的，啊，你甲我讲是阮宝做的。阿姐嘛，你，佮讲是陈亚辉做的，啊，刷落来，刷来唔来讲是我做的，你家你袂正常。刘立伟啊，
非得亲家从新都家族路，我甲你保证，我老本行绝对袂做出卑鄙的代志。对啦，水清鱼落现，立伟啊，你嘛卖听两个大暗鬼。我操嘞！有嫌疑的人，今日就走袂去。我今日会当牺牲我家庭事业，甚至我地位卖做，我都要将迄个物件给葬出来。 你讲啥？你要牺牲家己，啊，唔就等于要牺牲我？你鬼头甲干那想吼？是人对不起你，你若无想讲吼，是你家己做唔对代志，该予伊撞着鸟车尾，你会变甲吼，你一个我的鬼子，鬼子我你一个啦。好，紧转去啊！哼！第二位，那这边恁太弟咧生气啊，你紧带出去看卖啦。 我甲你保证，给我三天的时间，我伫上迄两个长出来，但证明我是清白。你给我72小时，我还你家庭甲事业。哦，到时啊，人若无甲我找着，我会用你的头来盗你的心。 当然，你会惊无？惊哦，那袂惊。啊，你会头人到我心咯，我拢变废人。阿爹，这个代志，你到底是安怎布的？是不是讲同款就是安提龙影大，你甲威胁？啊，想来想去就感觉你尔无够白人，我毋才会出来找你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这个死阿爹，这条蛇，我先甲你解扁。 是讲，我无看到伊回啊。毋是你，我哪会是谁啊？敢会是谁？等下咧，好，伊去刚出差，你找伊什么代志？你是谁？ 伊是我请来啊，啊，你有知我啥物人啊？好，头家啊，无毋对，我得直接讲是有证人。啊，你拄好咧，这个代志我直接来找你。伊是有啥问题啊？我相信踮咧你的手头，一定有张玉秋叫人偷去龙牙大，紧甲伊交出来，啊，若无，咱就惊法院。见面就我下马威。 正义集团的负责人刀文贤做代志，果然是真有欺骗。你也莫怀疑我为什么知影你是什么人，伊莫袂记，我是做诚信的。你脚底几根毛，我若要知影，是真简单的代志。那呢，你应该清清楚我做代志的手段，大搞出来，啊若无，后果家己负责。我虽然是做真清醒。 不，我真是安分守己，我也唔惊你吓惊我。假使我若将你证据提出来，甲报社讲，这块大是咧刘文贤委托阮来翕的，我相信所有的记者对正义集团的老董事长一定真有兴趣的。你咧威胁吧？嗯，你拄则嘛咧威胁我，你若无做，你就袂惊嘛，对我唔对？其实。 你要提这块大，真侪方式啊，无一定行法院啊。死狗那母路，你是真歹看。哼，安尼听起来，你话那无简单。那甲法子啊，哦，嗯，你讲，到底要用什么方式？迄块大，你才会用提我。你若有生意，这块大，你随时咪当提转去。 我出50万，阿龙。嘿嘿嘿嘿，老董呀，我这块大哦，拢总50分钟呢，啊你50万。
啊，拄拄啊好买十分钟尔，而且我若要卖吼，也无难三卖啊。你要买，就一定爱做一百卖。好，500万我给你。规矩，你应该捌啦。那当然了，钱若到手，我嘴就甜起来。你嘴也免甜起来啦。要唔过，我希望这块大技术家会用完啦。哎呦，老董的呀，你是爱我去害人哦？啊，这款失德的代志，我唔敢做呢。那假使我给你加钱，你敢不？啊，你爱看加偌济啊？加倍。1000万。嗯。董事长啊，你这么有诚意，我若搁拒绝，我就是无给你面子啊。好，大家以后就照好照行，我会搁再来找你。顺行哦。人在咧行运吼，趁钱就敢那水崩沙咧，钱吼一直溢倒入来。振兴，玉华，给你呗。玉华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振兴，这样。你哪有遐尼侪钱？你唔免管，这些钱是倒位来，这就是我这边找你来的目的。我即摆有钱啊，当然甲你斗相共。你嘛唔免去外口找头路。尊兴，有这笔钱，咱就当合作做生意。虽然咱无缘分做翁某，啊，不过。咱会当做好朋友，做事业上的股东啊！你放心，有我甲你斗相共，方爸真紧就会当讨回来啊！退去。玉华，你这是何物讲？你是一个翘翘人，你应该真清楚。我即马啥物拢无啊！你唔免对我遮尔好，对伊来讲，我根本无利用价值。你唔免白费心机。你的心肝内有啥物目的，我唔知影。啊，不过我甲你讲，你目睭白乎金，我唔是你要找的潘娜。俊熙，我做唔到一摆。敢讲，都拢无翻身的余地啊！是，伊唔若做唔到一届，过去你的罪行是顶顶塌塌。尊师，我这边完全是出自好意，因为我的误解、怨恨，害到风爸倒落去，害到你变来今日下场。我真是真歹势，所以伊嘛会当来斗相共。敢讲你连这个机会也唔好我是？这嘛无怪了，我一种唔知见笑查某，干那会晓利用大波浪提升我的地位。你当然很唔相信我。是我自作主张，这一切都是应该。要怪，都怪我当初无听你的口劝，今嘛遭受天谴了。这是天公派来处罚我。
我一摆，是真是有心要悔改。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你还有机会啊！这个张元昌实在真超过，竟然叫人给你拍到安尼。过去跟伊做阿母这久啊，想袂到你阁有这么贴贴一面。认真算起来，是我对不起你的较多，因为我感觉亏欠你真多，所以我还再阁找你。我找你来，不是因为我寂寞，想要找一个人陪我。是想要跟你惜红阿母言，不是安尼，你免烦恼，我袂跟你孤孤单的，因为咱两个个性太相像啊，拢太好强啊，无得靠做好朋友，会比做红阿母搁较好，你讲对无？玉华，你若当作我是你的朋友，你莫再丢你位遐人过来哦，莫想要报复，好不好？我知影，这是最后一摆啊！我即马头壳内，干那想讲要安怎开发咱的新事业，即马经济也无好，修行比开发搁较好。真心。我是在想讲，暂时以我这来做办公室好啊啦。安尼先，咱就当将租金省落来。等以后若趁钱了后，咱搁再找新的办公室。一栋、两栋，甲风把失去的，全部买倒转来。玉华，过去你就是安尼啊。你讲这话，我是真感动。尊心，咱两个人拢是死过一摆的人啊，所以咱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，互相支持，互相鼓励。啊，这位是，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赵经理，你好。我叫做吴千红，过去伫经济总部服务。人是上好听我的。哦，歌做真大哦。就算我歌做到四点星的将军吼，去到恁日本院，嘛是着我徛咧，互恁一算。来来，坐坐坐坐。啊，那开真省下哦。过三顿，趁食趁食。你个声听起来熟悉熟悉啊！啊，我想着啊，啊，迄天就是你打电话来威胁我呀！啊！因为，你较冷静个啦，人打电话你，也毋是要威胁你啊！啊，无你出来才创啊！这件代志，我要向赵立伟来定情。这是我内面员工哦，无小心嘞，才将这两下大给漏出去啦。但我迄天敲电话来哦，事实上嘞，我想要甲你解释，想袂到你就电话挂紧紧，嘿，才造成你的误会啦。我都记得。我嘛知影讲，你伫个旅馆院的形象是真好啦，而且记者表现的前三名，所以。我是怕讲，万一这块龙虾蛋来流出去，影响到你的名声啊！这是最后一块，你挂挂保证，我靠，拢要无哟！安尼就好。吴青红，呀，是是是，你的名
我会记啊，我会记啊。多谢多谢。以后若需要我甲你斗相共的所在，你准时来找我。啊，是啦，啊，大家将代志解释清楚就好了啊。还讲什么代志？李斌，你敢无想要知影这个代志到底谁做的？你问想较清楚。这块大是谁叫你去入的？我若讲出来，是有损我一个道德；，啊，若无讲出来，是惊张伟伟，你永远都唔知影你身躯边的人是好嘛是好。丹耀辉，耀辉啊，啊是有影无啊？你已经找到咱要标工厂的门路啊？是朋友牵你煞，替我约找立伟，听讲真有实力啊。明仔载就来遮，事后再甲请教讲要安怎合作。啊是倒一个立伟啦。想比场个创到够咱也无，也无咱是害袂倒呢。啊，就下工迄个翁来好啊。哦，是这个哦。哎，啊，这是下工的餐饺呢。哇，听讲伊餐甲厝地哦，坐甲死鸟飞袂过啦。这算起是老立伟啊，已经做几落届啊。哼，啊，若讲你咧场个创哦，要甲这个人比哦，是一个菜鸟啊。这样若交袂着哦，可哦。上哥，莫唔忙上关啦，等明仔见面啦，再来讲啦。哦。无恁即摆是啥物款情形？当作正是讲哦，话弄入来就弄入来哦，哈。哎呦喂，我捌讲过，你若打我的尾，我会捏你的头，兄弟。你即摆头壳是拄啥物人个天？讲话阁遐尼红声，我嘛有讲过。你若叫小好，不算就嘛传来冤家啊！来啊！无你变哪哈？无你即摆啥物情哈？敢要颠倒哈？待会是做什么代志？互恁遐亲门大户来抢夺。戴耀辉，卖店卖只甲恁卖地青烟。我已经查出来，是你。利用这块龙眼大，来威胁阮张立伟。老伯，你讲这话是侮辱我的人格哦。你是安怎讲哈？你是有亲目睭看无？还是有啥物证据无哈？证据，证据才会讲话啦。啊，若无空嘴无舌讲哦，拢总无效啦。真正下的人就是证据啊！你讲，你就是龙眼大事件主谋者。哎，啊，若敢安尼讲？你个照正义正的人来当家对峙了啊！啊，你即马闯到这场面来啥啦？要搬武夹的哦！恁爸我那武行出身的啦！你讲一个理由我听讲未？想来我是主谋者。理由真简单啦，因为你想要报复我甲张立伟合作，所以才设计迄个龙眼大来打击张立伟。说落来。就这个代志无老到我这来，安尼你就会用徛观察看背相读啦，哈。但即马呢，连我迄个阿忠嘛叫你慎动，去甲张立伟恐吓。但也非啊，唔通搁再假啊啦！即马全世界人拢知影，这个代志你做诶，你敢唔承认哟？哪问题？你莫踮遮伫咧放空气啦！啊，毋是翕着你啊！你安尼讲啊，嘴甲全破。我若安尼听你伫咧讲哦，敢若袂出是你做？啊，无你咧讲话哪遐尔啊骨溜啊？哈！你啊，毋通代志做做哦，就变乌路又飞啊啦！哈！这叫做拍人化救人啊，是一句我囝做法啦，你听好无？何强，我要找的人是邓耀辉，毋是你。你无需要踮遮念，陈耀辉，
我要听看卖，你要安怎甲我交代？啊，是要交代啥啦？啊，是咧念啥物经？就算讲来啊念经就对啦，我嘛袂念互你这款信徒听啦。我来讲，我大会无错代志，无需要向你解释，嘛无必要互你交代。老文恒，你闯来这破人啊！李君啊，这不你的代志，你出去。一定是你的西龙，害姚辉跟张立伟起冲突，你实在有够卑鄙！张立伟，我大姚辉这世人，想找人家玩弄，不过偏偏就有人要玩弄我，别人侮辱我，那照我的个性。就算我怕死，你也免孝顺打出这个门。你敢怕这个，我袂甲你讨。姚辉啊，爷你也唔讨我讨啦。阿姐，过去我欠你的温情，今仔日算终清啊。我甲你警告，照你的话。你若要捏我后背，我就要捏你的头。好啊，今日到这为止啊。代志不是安尼，就准拄煞。好，陈耀辉，我有材料请你，都有材料俾你。即摆甲我听好正教，为即摆开始，我会让你慢慢啊失去一切，一直到你凄惨落败。以后你的公司哪个跳工程啊？我终于枪杀你，你倒头下，你若不信，再试看卖。李贵人，待会要开始落座啊，看说明唔对，紧等咧，哥哥完了，冇问题啦。你即摆在讲啥？阿姐，阿免接啦！恁爸对你接阿袂大，今仔只闹开一支遐大机啦！要不要睏啊？你是真了然呐，回来家己的厝咪咪气气，敢伫咧做贼嘞？我唔知哦，你伫咧厝内面过到遮尔无尊严，看你伫外口讲话拢真大声，安尼气起来呀，要饲要怕，搁兼恐吓，我是足惊呢。倒一天我若做啊伤超过，会互你拖去台唔知。你即嘛知影我伫外口情况吼？啊，逐工对付遐虎形霸彪啊，我下面若无落来去甲因讲话啊，啊，就互伊捏去赔啊。哦。安尼唔甘哦，啊，你倒转来，唔着对我真吞忍？袂啦，啊，转来厝啊，你对我要求每一项代志啊，我拢是欢喜做，甘愿受，对无？我看你哦是双面刀鬼啦，你是真可怕呢。我到今嘛才会当体会，以前我阿妈常跟我阿公讲的一句话：困破三领草席，抓暗心抓袂着。咱两个是愈行愈远，到尾嘛是一人一刀。对你哦。我已经死心啊！
你过去对我所做的一切，我袂甲你计较。啊，不过你摕予何玉华这三亿，你会甲我交代予清楚？伊摕我迄三亿，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啊。啊，有苦衷就讲出来啊！假使这三亿会当解决你甲伊的问题，你两个当分开，我嘛甘愿啊。慧玲啊，啊，既然是苦衷，我当然嘛讲袂出来。好啦，我无想要甲你冤，甲你斗。归去，我打电话爸爸，叫伊来甲你讨啦。别，等。等啦，卖扯阮重要出来啦，吼。我唔是要甲你讨生意，我是要你解释予清楚，你是安怎花遐尔济钱啦？啊，这生意也唔是你个啊！你阁真大方哦，伫别人桌顶硬嘛饲大家。若是我甲你离婚，你生意阁摕得出来？安怎？会到啊？讲话啊！我是叫何雅伟啊！啊，你讲话讲话出来，我敢听有？你是讲啥啦？我去予何玉华威胁！啊，你威胁大弟讲呢？一个专弟去予一个半弟咧恐吓，啊，人是牙青，还是老兄弟甲你阿哈？啊，你平常时毋是化水会简单，啊，啥拄到这个狐狸精变死啦？我去学设计去。啊！你是愈讲愈细声，我敢听有讲啥啦？我去学设计去啊！哦，啊！你不是头壳发猪，专门乌窟来让人跳，啊是安怎人乌窟来让你，你闪袂过？你给我扯落来！我跟你讲正经哦，你莫跟我隔空隔空哦，伊是乌什么窟来让你跳？设计的窟来啦！啊？你叫那个狐狸精替你洗钱？伊是来就是什么证据？证据，伊伫酒店做总经理的时阵，我叫伊做我的白手套，私底下替我洗钱，我为着摕到工程，常常招待一挂官员去酒店。遐所有的内部情形，拢去予何伟华记录起来，伊就用这来威胁我。我若无予伊这三亿，伊就要甲代志爆出来。迄毋知有偌济官员啊，去想到牵连去坐监，啊到时阵哦，丽花园会比即马更加闹热。喂，这就是我的苦衷，知无？想袂到，你做遐尔济伤天害理的代志。想讲你风流，结果你是下流。欧惠，欧惠，我爸爸摕遐尼侪钱，予你做立委，伊是要你好好做替选民服务。结果你安尼做，敢对得起选民？惠玲，我今日伫社会，甲人生存搏呐，那么手段甲方法，敢有今日成就？这种叫成就啊！你敢会感觉见笑？好了，我跟你开记者会。阿丽啊，啊，亲像我这种身份，阿若做唔对代志，某永远伫后壁支持，实在真伟大，多谢你。对啊，啊，这件代志啊，那钱了搁无法度收煞，咱再来开记者会，你是歹着急啦，啊？会啦，我会偷偷等，等你开记者会迄天，才宣布甲你离婚。